做生意厚厚道道，做人也要以诚信为主。 你放哪几个？菠菜还是春菜？春菜，十八。一号的煎包啊，一号的煎包。开店在昌霞这边应该有开了整整15年了，店了。过两门拆迁那边是开始自己的。你经常过来吃？我小时候就是父亲带过来吃的，现在等他自己过来。 好吃，我为之战斗。下去如果再到这里，还是到这里吃。<笑>主打的肉味的煎包，这东西吧，一个要坚持下来，做人也要以诚信为主，做生意厚厚道道的，我相信生意会越来越好。 老板早啊，今天猪肉怎么样？你看嘞，这么好的肉，就这块吧。哎，这个给它削干净一点啊。基本上选部位的话都是选猪的前腿肉，肉的纤维比较多，反正也嚼劲一点。哎呀，他怎么会不认识啊？在我们这边买肉买十几年了，他那个包子那个肉用的都非常好，自己每天要过来挑。来了，打包回家了。先走吧。啊。 剁肉的话，肯定是口感比较好，跟肉更有嚼劲。上百年下来都是以剁肉为主。我们是以发面皮为主，拌发面嘛。涮肉馅，猪肉馅，空的猪肉，其他的就加点酱油啊，没有放太多的调味品，要把它的猪肉的香味给它提出来。 要是我的味道，我爷爷做煎包的时候啊，中午的时候人比较多，放学的时候我爷爷就把一号的牌子给他放在那边不卖了。那从二号开始学，每次回去一号都是我拿，我同学看见然后就把我管叫一号。<笑>煎包我们是水煎，以水为主，以油为辅，其他店没有，就我这家双面煎。 味道的话，怕走味掉，都尝一下，把一下关吧。基本上都在5点吧。晚上的话，我们店的营业是8点。 啊，我的营业时间都要到10点。累还好吧，因为工作的自己的兴趣一种爱好。做人首先要以诚信为主。对于我来说哈，不是说赚钱的多少哈，其实煎包应该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嘛。每次煎包，客人觉得好吃的时候，我心里就。 舒服，<笑>这就是老姐妹了。开店开多久，不都跟着我都多久了？其他的煎包店跟这个煎包店是没得比。<笑>